OK 啊，那这个还没有做的人要做一下啊，这一个。OK，好，那来我们讨论一下啦。大家开一下 video 啊，Everybody，我们上课啦，开 video，开 video。OK，看一下大家在吗？佳怡在吗？Joyce 在吗？Chrisandra，OK，Leanne，、okay, 先拼，我看到了，Ian，啊，俊轩，OK，好的，来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啊。上一堂课我讲啊，如果你有时间，你做掉它先哈，不、哦，你们做啦，OK。OK，好，可以，Darren。OK，他说上次我们有提到哈，这个我还没讲完的哈，就是他用了 catalyst，有用到催化剂 mangin，就是跟他加快那个速度的。就什么是 mangin 呢？你要讲哦，它可以改变速度的。OK，它会改变一个 tindak balas kimia 的速度。OK，the、okay, rate of a chemical reaction 它可以改变。OK，所以在这里呢，catalyst Y，mangin Y 是什么来的？OK。他出这个题目，你不要被吓到啊，他会出的，OK？也就是讲，我们确实是应该要知道可以用什么的啊。这个实验呢，之前那个啊，他有没有给我们呢、啊？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是吗？哈，zinc 啊，这边看到吗？zinc，acid，他用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copper two sulfate solution，看到吗？这边有一个哦。你的课本啊，你放在旁边参考一下啊。这个实验是不是就是在测试 catalyst 啊？To study experiment 4.4啊，to study the effect of presence of catalyst 啊，on rate of reaction。OK，你的这个实验啊，4.4的实验就是在测试 mangin 的了。说他加什么？他加了 larutan cuprum dua sulfat，所以这个可以是你的 mangin。OK，哎，等一下，你不要写先啊，我看一下啊。OK，可以，对，可以。OK，因为他没有讲到这个是液体还是固体还是什么嘛，哦，所以你如果你写这一个可以啊，根据这个实验，他用一样的东西，看到吗？有 sulfuric acid、hydrochloric acid 哦，他用啊，然后有 zinc，就是一个酸性，一个 zinc，然后他用多一个东西，就是 copper two sulfate solution。OK。除了那个之外啊，其实丢 copper 进去也是可以，OK，copper、okay? powder，这我可以给你。这一题啊，除了那个课本的那一个啊，这个 copper powder，单单只是那个 copper 粉也是可以。OK，你可以另外记啦这一个。OK，接着啊，它的 average。Rate of reaction，这个就讲回之前我们学过的东西啊，它要不拉大不了就是很简单，改变了的东西啊放在上面，时间放在下面，OK，所以呢 AR 你看，它讲2分钟内呢收集到50 cm 散的气体，所以用那个对吗？用那个咯吼，所以这个啊我讲啊，kadar tindak balas。Tindak balas 啊，burata，你要写 burata 也是可以了哈。Average rate of reaction，跟着我写啊，有什么不会可以问啊？OK，他讲他2分钟内收集到50 cm 三哦的气体吗？用了2分钟吗？2分钟我要变成秒哦，时间全部用秒的啊。二乘60啦哈，就是 second 哦，OK，所、so, 以这一个算出来啊，你帮我看对不对啊？你可以帮我按一下，cm 三 s 减一，OK，so B 如果还没有做，你可以做，它2分钟，它也是2分钟，不过它收集到少一点，是吗？快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少一点哦。多少 cm 三？说它也是2分钟啊。这个题目是 second，你可以按一按啊。
然后帮我对照一下答案对不对啊？那个刚才左边那一题也是哦。OK， 三折 CM 三。OK， 两题你们都帮我按一下啊。三十 CM 三。OK， 这个按出来是0.25是吗？对 ，CM 三 per second。cm cube per second， OK， 就是一秒钟可以收集到 0.25 cm 三，这样它的速度。你这样看的话，哪一个快，哪一个慢？你会看哦，左边的快哦，因为每一秒它可以收集到 0.4 多 cm 三的气体啊。右边这个 0.25 就是每一秒它收集到 0.25 cm 三罢了，左手边是 0.4 嘞。啊，右手边这个0.2多罢了。OK 啊。好了哈 ，OK， 我擦掉了啊。来不及了，你快点讲啊 ，OK。OK， 他说啊，这个我不要擦先，我讲了下面先，因为他叫我们 compare 半零干这个东西割掉一下啊，呆波来的。Compare the rate of reaction. Bandingkan kadar tindak balas. 他叫我们对比一下他们的速度啊？哎，这是送分的、啊。所谓的对比就是，你看他已经叫我们做了吗？就是讲你要讲谁快过谁就可以了，还是谁慢过谁？哪一个set快，哪一个set比较慢？就是这样罢了。对比就是这样罢了，看到吗？啊，所以你讲 set A 的这个速度。因为 CADA rate 是用高低的，高过 set V 的速度，就是这样咯。OK， 跟着我，如果你不会写，你可以跟着我写。A 比较快，对不对？因为 A 0.4 多嘛，哈。OK， 我擦掉先啊。OK 啊，所以你讲啊 ，CADAR 啊啊 ，tindak balas set A lebih tinggi 啊，不是 cepat 啊 ，tinggi berbanding。Set B 啊 ，verb OK， 真正来讲啦哈，我们是要写到这样的。不过老师，你只写 Set B 会给你对 ，OK，berbanding kadar tindak balas Set B 啊，这比较短，我写给你真正的 ，OK，the rate of reaction of Set A in Set A is higher than that。of set B 啊，英文的真正的可以短一点，或者是你 than that 啊，哎，我写错了，或者是这样 than the rate of reaction in set B， OK， 然后还叫我们解释 explain the effect of the presence of catalyst， 所以哈、哦，有可哈迪让这个 monkey 啊，有 monkey 的话。它带来什么影响啊？他讲就是变快了哦，对吗 ？OK， 但是他叫我们解释一下它带来什么影响啊？这个你跟着我写啊 ，OK， 这个我们需要解释一点点东西。OK，monkey、okay? 是怎样工作的？他意思是讲 ，OK， 门铃干干，我们讲先讲，我假设这个是两分题啊 ，kadar tindak balas dengan merendahkan tenaga aktifan。OK， 你写下来，要不你解释这一个。The rate of reaction， okay， lowering the activation energy needed for the reaction to。OK， 写到先啊，这个C 的要跟你解释。
一边写你是可以一边理解一下，这个他会问的，会有用到的，应该讲，可能他不会问一模一样的题目，不过他有用到，他可能问你 Catalyst 怎样运作啊等等的。它的功能啊，然后给你两分，所以你不可以只是讲哦，它加快不可以。OK， 写了的听一下啊。OK， so monkey 哦啊，前面那一句你知道了，它meningkat kan keratin balas 对吗 ？Catalyst increases the rate of reaction， 怎样 increase the rate of reaction？ 怎样加快那个速度呢？OK， 每一个化学反应啊，之前我们学到是他们要撞击，你记得吗？我先讲这个啊，记不记得哈？我们讲啊，在一个比如说 ，OK， 化学反应要产生的话哈 ，OK 啊，假设这个是水啊 ，Mickey Mouse 是水类，普通的水啦 ，OK， 所以这些是不会产生反应的 ，OK， 不过有红色跟蓝色，它要产生反应 ，OK， 红色一定要撞到蓝色啊。所以你我发送水是给你看哦，氮，哎，它我们要也是要看它氮还是不氮啊，对不对？还是很浓啦，因为我们要看它氮还是浓。所以如果很浓，你看啊，很浓就是讲我的这个 substance 哦，这个蓝色跟红色很多嘛，会产生反应的东西很多，所以很浓咯 concentrated 不干。所以它很浓，你看它们的撞击的几率，我们有讲到撞击，你记得吗 ？collision 啊 ，berlanggaran 啊，撞击的 frequency。撞击次数比较高，就有更多的反应产生吗？就快了，哦，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是很浓的话，就更快。同样的道理是哦，如果你有给它火呢，你再烧它，它是不是动到更快啊？对吗？动更快哦，它就撞更快了，也是会变快。所以这个原理可以解释所有的那些 factor 的啊。OK， 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一个啊，这样 catalyst 到底怎样运作？Catalyst 呢，它的运作方式是啊，这边讲到的是啊 ，OK， 它可以降低它们的这个 activation energy， 这个对你来讲应该是新的东西哦 ，OK， 的那个本 activation， 说每一次的撞击啊，我现在讲啊，这个还没有学到的啊，每一次的撞击不一定会产生反应的，那个撞击要够力，应该讲 OK， 要撞对的地方，然后要撞够力，如果不够力，它不会发生它不会有反应。就是蓝跟红啊，你看我这个画的东西啊，蓝跟红撞，但是很轻罢了，碰一下罢了啊，也不会产生反应，它一定要够力。所以每一个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啊，它的 activation energy 是不一样的，有一些要很够力才会产生反应，有一些是一点点的力，它就可以产生反应了。所以催化剂的功能就是放了进去哦，它让这个过程啊，一点点力就可以产生反应。That means 啊。轻轻碰到就有反应哦，这样的意思。所以它降低这一个 reaction 的 activation energy， 明白吗 ？Merendahkan tenaga pengaktifan yang diperlukan untuk tindak balas， 哦，berlaku 这个反应要发生的话啊，它所需要的那个能量啊，它帮它降低它，所以人家不用撞大力，人家只要碰到一点点就产生反应了。如果有 catalyst 的存在的话啦，OK，当然它不是那么只这样简单的，OK，还有更复杂的，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我们在上学到的一个原理，catalyst 的运作方式，OK 啊，好啊，OK，有什么不可以再问我啊？好，大家，我们今天进4:30了，OK，它的 application 了，所以你看回一下你的课本啊，OK，这个 application 啊。它的 rate of reaction，我们学这些，它运用在哪里啊？或者是在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OK，伊恩刚进来哈，OK，我们看一下，就比如说啦，我们可以要它快，或者是要它慢。现在我们学了嘛，我们可以去操纵它，我们要它快还是要它慢？有些东西我们要它慢的，你知道吗？好像食物变坏也是一个化学反应啊。哎，你知道食物变坏其实是化学反应嘛？细菌哦，bacteria，它会产生出 enzyme，那个 enzyme 会消化那个食物。说消化就讲把食物分解掉了，食物就坏了咯，是吗？说我们要它变慢呢，怎样啊？给它冷啊，给它冷一点咯。所以这个温度下降，它的化学反应就慢，然后它就可以让那个食物变比较慢才坏咯，对吗？可以说这是其中一个 application。
OK， 用到这个 concept 来，大家，我们在我们的 industry 里面，工业里面呢，用非常多的有应该是有学到两个的过程，对，两个、三个、两个啊 ，OK， 用非常多非常多啊，在很多工业里面呢 都要用到的两个过程，叫 process heber， 还有 contact process， OK， OK， 什么来的、啊、？process heber 啊。是用来产生出来，重点在这边。如果你不会看的话，我教你看一轮就会了，很容易的。你只需要记，要记什么罢了。Process Heber 是用来产生出 ammonia 的，因为呢 ，ammonia 我们用它来做很多东西。就为什么我讲工业啊？工业就是讲哦，很多工厂啊都要用到的东西。看啊，OK，ammonia， 我先跟你讲。Ammonia 的用途 ，OK， function 啊，是不是啊？ function 啊，用途要么，不要紧 ，OK， of ammonia， sorry，OK，、okay, 我要讲的是 industry， 如果我写 function 变了，好像 body 讲用它讲，不要紧，这边有讲到 ，OK， 我们讲用 ammonia， 我们用在哪里？要给你看来 ，ammonia 可以用在什么东西啊？很多很多很多，比如最普遍呢就是肥料，肥料很多哎，知道吗？因为种东西啊，你要吃东西，你一定要种东西啊，种东西一定要有肥料啊，对不对？怎么没有了这边？How is ammonia? OK， 比如说 agriculture， 我们用来做肥料，所以这样已经很多了。OK， ammonia 也可以是 refrigerant gas 啊，冷冻气体、冷冻剂来的。OK， 或者是、弄那个水干净 ，purification of water。哦，制造 plastic 的工业也需要带 ammonia， 制造炸药啊 explosive 我不用来做嘛，也是要用到，也是可以用到 ammonia， 制造布料也有用到 ammonia， 制造这个杀虫剂也用到 ammonia， 制造dye 什么啊染色剂，或者是各种其他的化学也是要用到 ammonia， 还有呢，我们家里用的很多的清洁剂也是要用到 ammonia。OK，I have proved my point。OK，ammonia 就是有很多功能呐，所以我们就读 process heber 咯。因为 process heber 的这个过程就是来制造 ammonia 的。OK， 我先讲第二个先啊。OK，contact process 呢是用来制造 sulfuric acid 的，因为一样的原理，我们有用到很多的 sulfuric acid 在工业里面。所以 ammonia 其实是碱性啊，碱性的东西很多都用 ammonia， 酸性的其他过程很多都用 sulfuric acid， 基本上是这样啦。OK， 好 ，sulfuric acid。sulfuric acid， 我们拿它来做么啊？你看啊，看看有没有啊 ？OK， OK，what is it used for？ Fertilizer 也是有哎，刚才我们讲那什么肥料哈、等等的很多化学 chemicals，OK、okay? 都有用到了哈。Dyes and pigments， 染色也是有用到酸性，刚才有讲到碱性，现在有酸性，是不是？OK，drugs 啊 ，explosive 啊，炸药都有。OK， 所以 ammonia 跟这个 sulfuric acid 啊，我们是用很多的，所以我们读这两个过程。OK， 所以啊，你要记得 Heber 是产生 ammonia 的。好，现在有什么东西要记的哈，大家。OK， 首先他会问什么呢？他会问你啊，这一个过程需要到什么条件啊，大家。OK， 所、so, 以 ammonia 呢，它是如果你看它的一粒粒子啦哈 ，ammonia 是 NH3。一粒 ammonia 的粒子啊，这个啊 ，OK，N 没有写就是一啊 ，that means 是一个 part，one part of nitrogen，three parts of hydrogen， 你明白吗？那个对比你明白哦，看懂哦。如果真的要画出来了哈，我讲的 hydrogen 是小粒的嘛，对不对？所以一粒 nitrogen， 三粒 hydrogen， 那基本上是这样了，是不是 ？OK。所以，首先它的原料是 nitrogen gas 还有 hydrogen gas 气体来的、啊。这个时候，它的原料你要记啊，第一个啊，你可以把它 highlight 起来 ，OK。然后呢，对比啊 ，ratio 一比三，所有的条件在这边啊 ，ratio 一比三。哎呀哎呀哎呀，这里有很多的几个条件啊，对比一比三，接着温度啊，450到550，接着。压力它要在一个封闭的状况下去进行的 ，OK？ 压力是200 atmospheric， pressure 就是200 atm 的压力，压力是用 atm 来算的，
知道吗？再来催化剂铁粉 OK 铁粉啊 catalyst 啊看到吗才可以产生出、这个 ammonia 给它马来文啊首先材料 gas nitrogen gas hydrogen OK 对比一比三温度450到550压力200 atm 哎呀哎怎么按不到的这个哦按那个手哎不可以OK 压力 200 atm 啊然后催化剂铁粉 ferrum 就是铁粉啊 OK 如果你怕记不到你就要写你要画买这一个了啦 catalyst 看到吗所以记得材料跟对比应该没有问题啦、哦、记得温度记得压力记得催化剂要用什么可以吗非常非常重要啊他可以问什么呢这个 process 就是问这里哦没有了没有东西可以问了的他问你啊、要用什么催化剂啊铁粉他的压力要几多啊 200 atm 他的温度几多啊450到550度就是这样明白了大家 OK 啊 OK 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一看很容易的啦这个 OK 我开其中一个我开英文啊好所以你看啊这一个它的对比你知道了咯、哦、Nitrogen 1对吗 Hydrogen 3因为 NH3 嘛对不对你忘记哪一个1哪一个3你就自己写出来看啊自己写出来看啊 OK OK then 接着要做什么呢 so 它 go through 这一个 pass through 这个地方先有一个 compressor 刚才我们不是讲到压力对不对我讲在一个封闭的地方要压缩它 so 这 compressor 是压缩给它变 200 atm 就是给它OK 为什么要压缩啊你看啊空气的粒子是不是这样的、哦、压给它紧一点你说推给它没有这样多位这个就是 压缩了咯给它压给它紧紧啊你知道吗啊它的那一个过程才比较容易发生 OK 所以它推上来了全部人就是很紧了啊 很紧密在一起啊所谓的 pressure 就是这样就是要给它这样 OK then 把它压缩了哦把它 pass through 一个 catalyst 就是 serbo-ferrum serbo-bersi 也是啊铁粉啊你也可以讲 serbo-bersi 你要用 ferrum 也是可以知道吗 then 你要讲到它的气温是多少 reactor 就是在这边产生 reaction 了啦 OK OK 接着 then 给它冷却下来因为很热耶看到吗它要经过一个 cooling chamber 冷却下来本来它还是气体状态冷却下来一点哦它本来是 ammonia gas 嘛冷了它就变成液体了就可以装起来了咯啊就是这样 OK then 啊有一些 gas 哦 nitrogen 跟 hydrogen 诶它没有粘在一起耶哦那些 gas 不要紧跟它透回去啊重新做过这个过程就是这样 OK 很简单对不对就是这样吧啊 OK 啊好第二个 process难一点点啊比较多一点点的、那一个、过程 OK 这个我们叫 process 深度 contact process OK so contact 深度叫触碰是吗 OK 啊所以它要经历、哦、一二第三次第四次啊这样啊 OK 经历几个 reaction 它才会变到我们所能用的 sulfuric acid 液体 OK所以啊我们要记什么啊首先你要记整个过程它的那一个、就是那个过程是在干嘛先 OK 所以首先啊 Sulfur is burnt 大家知道 Sulfur 是什么吗 Howard Sulfur 是什么这一个我那你去 check 哦 Sulfur 啊人家讲那个蛇会怕啦其实它只是一个它只是一个不是叫 myth 啊它也不是 myth 啊它没有正确真正的被、证实过的嘞其实纯粹是那个蛇它不喜欢那个味道它不怕嘞其实知道吗大家sulfur 硫磺啊我们讲那个蛇会怕的东西哦说其实啊蛇只是不喜欢它没有在怕就是因为、也没有真正去证实过所以硫磺啊你听过啊硫磺大家听过哦 sulfur 啊 so 在实验室找到的东西的嘞都是 sulfur powder或者是我们买的状况都是这样的咯 sulfur powder OK
硫磺啊，很臭的，很臭的。OK， 首先 ，sulfur is burnt in an excess of air。OK， 这个 excess 就是多余啊，就是要给它非常多的空气。什么时候啊？怎么说哈、啊？怎么给它extra 的空气 ，excess 的空气呢？平时空气不够吗？对，确实是不够的哦。如果、哦、家里有拜的啦哈、啊，或者是好像你拜祖先啦，不是有烧金纸对不对？对嘛，大家全部人注意一下，就是拜祖先啊，我们不是有烧金纸对嘛？如果你烧很多层哦，其实中间呢、啊、下面是没有烧完的，你知道吗？他们不是要拿一个树干还是什么去给它顶起来给它烧的？还是你没有在参与这个过程？等下我要写一个啊 ，OK， 要多余，要给他多的 air， 要给他很多 air， 就是意思就是这样。你看到吗 ？Udah berlebihan， 你知道我讲什么吗？大家可以给我反应一下嘛，好像自己跟自己讲话哎。来，我们在补习，你这个星期不是放假吗？是很开心的没？可以很轻松的上课，对不对 ？Howard， 哦 ，Darren 有哦 ，Howard 在吗 ？Howard 他刚进来不久 ，Howard 你有没有拜祖先？还是就烧金纸那个 process， 你有去做过吗？有去玩过嘛？烧金纸的那个啊，好像清明节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会烧很多很多的那个纸啊。其实它中间啊，如果你没有拿那个 stick 去顶它，它烧不完的嘞。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燃烧的 process 啊都没有 excess of air 的，我跟你讲，都不够的，其实都不够 air 的。平时的燃烧过程啊都不够 air 的，其实。所以这些呢，在实验室在 control 的情况下，我们要给它足够的空气 ，OK？ 因为其实所谓的足够空气是要给它足够的 oxygen 啊，大家 ，OK？ 所以 sulfur 第一个过程 ，sulfur 混 oxygen 哦，它烧了起来，它就会变成 sulfur dioxide 哈。OK， 大家这个气体有没有很熟悉 ？Howard 这边没有反应的 ，Howard 这个 sulfur dioxide 有没有很熟悉这一个气体？大家，我们从应该是从 form one 就开始学了啊 ，geography 也是有学到啊。Hi， sulfur dioxide 在哪里学到的？做么的？这个 sulfur dioxide。这个气体要知道一下 ，I think 你第一、第二课也有，哎，是不是啊？还是第三、第四课忘记哦 ？Environment 的那一课，大家 ，sulfur dioxide 哈是最多的哈，那个 industry 啊 ，industrial 他们产生他们的那些工厂啊产生出来的气体，然后直接排放到空气中，然后变酸雨的那个就是 sulfur dioxide 了，因为 sulfur dioxide 很容易溶解在水了，溶解在水啊，就是我们的雨水啊，它就变。酸性的雨水啊，这样呢就是酸导致酸雨啦。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在做这个 contact process 啊，不可以给它出来，它在一个封闭的情况下做的，你看到吗 ？OK， 接着这个 sulfur dioxide 怎样呢？我们再给它 excess of air 啊，这个时候来这个话啊， 450 度 pressure EATM， OK， 还有它的 catalyst vanadium 5 oxide， 来可以画了啊。条件来了啊，刚才的条件我们画了，这个的条件是这样啊， 450 度压力 EATM， 它的 mangan vanadium lima oxide， 全世界啊画啊，看到吗？ vanadium 5 oxide 是它的 mangan catalyst 来的，你不懂的话你连这个都要写买它啊， OK catalyst， OK， 刚才的压力是多少啊？刚才那一个 process Haber 压力是多少？很大的差别。 Howard process Haber 啊，它的 pressure 是多少啊？我要问你，如果你 听得明白我的问题，就是讲你懂了，现在还记不到的，我知道，但你可以参考。好问 process Haber 的 pressure 是多少，需要多少，其他人也可以回答我 process Haber 啊，大家它需要的 pressure 是多少，我给你看一个对比。 yes Howard 有找到吗？啊，对啦，有几个人回答了？再看一下啊 ，Yes， OK， Howard 在吗？这边啊，刚才我叫大家画的、啊，你看到吗？差很远啊，这一个，它的温度很像吧，它 pressure 差很远。So， 对，哎，在啊，在这边你看到吗？上面一点罢了。Haber process pressure 要200 ATM， 它的条件它会问你的 requirement， 这温度 pressure 还有它的 catalyst 三个最重要的东西，你跟它画起来。温度 pressure catalyst， 它的 catalyst 是铁粉，
这一个的呢，它的条件是 OK 温度450很像啦，把它只有一个罢了，它不是一个 range， 它就是450准准。它的 pressure 1罢了，它的那一个catalyst 啊 manganese vanadium lima oxide 就这样咯。OK， 把这个时候它还没有产生出最后的成品啊，它会产生出 sulfur trioxide trioxide， 你看到 tri 就是三粒哦。 OK， next 接下来，所以这个 gas 呢 is dissolved in concentrated sulfate， 它把它哦溶解进已经做好了的其他的 acid sulfate 液体里面啊，产生出一个叫 oleum 的东西。 oleum 是非常非常浓缩的 sulfuric acid 来的，因为接下来 oleum 拿来掺水就变我们所需要到的 sulfuric acid 了，就是这样四个过程罢了。就说这四个过程确实要记的 OK 给啊。好，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graph 这个图片啊。 OK， 干的 sulfur 烧拿来烧 sulfur 粉啊，在空气里面燃烧，它就会产生出这样咯，产生出 sulfur dioxide 啊，酸性的气体，再给它一样，再给它 oxygen， 再来经过这些 vanadium oxide 啊那种东西啊，它的温度几多啊， pressure 1啊，它变成 sulfur trioxide。 sulfur trioxide 拿来跟它融进浓缩的 sulfuric acid 啊， OK， 它变成 oleum， 这个时候它会排放出一些不必要的气体， waste gases 可以排掉了， OK。然后呢 ，oleum 拿来掺水就是我们要的 sulfuric acid 了 ，OK？ 所、so、以这个过程哦，确实你会讲啊，这么才用到 sulfuric acid 的啊，它又用到一样的东西来产生出跟它更多它自己这样的东西啊，确实有的，知道吗 ？OK 啊，这边其实它有跟我们 highlight 起来它的差别 ，OK？ 你也可以用这边来记啊，就是姜宝这个是 4.3 我们要知道的东西。好，所以现在哈、哦。还有大概一点点时间了哈，你可以去做一下这一个，基本上4.3已经完了啊 ，OK 了，去做一下这一个先了哈，等下我们回来讨论一下他的答案 ，OK？ 我们7:05 meet 啊，大家十分钟了，7:05见 ，OK？ 做一下那练习啊 ，How about try 啊？7:05。